と処理できるよ。建条，即摆同阿建的开会，要求你甲伊合作，可见你录音室的名声，互你做起来哦。也得过啊。李兄，做来感谢你。感谢我？是啊，当初是你提起的行程，你本团哦，真介意这种安排。等以后大家到宣传，生意才会越来越好啊。爽啊！原来是安尼哦。妈，我看餐厅以后都要辛苦你了呢。阿姨，以后再继续麻烦你哦。这都表示哦，我安排菜色，你别让我介意啊。我欢喜都袂过，哪会嫌麻烦呢？真的。爸，哎，爸，今天投票日子啊，你啊，哦，这两个拢坐咧，哦，餐厅已经订好啊，下晡票也开出来，咱来做去庆祝你当选啦，啊，哎，爸，为着这个安全的起见哦，你是不是应该？趁还袂投票进前个，敲电话加催一寡票，家下即摆去困个人拢乌乌起来，叫因紧去投票。哎，即摆咧加一票减票拢是关键的，哈。都要坐桥，即摆白卡哦，啊，对你家己个选情，遮尔也无信心嘛。你嘛知影讲这拍板哦，唔惊人拍一板呐，只惊人拍板子啦。啊，这边的议会理事长选举哦，未输咱2008年的总统选举同款，50%比50%，非常的激烈嘞。假使讲哦，若无加出一挂票，我是加一百。爸，票较侪，比较是你会较放心啦，吼。好啦好啦，等下我再轻轻敲下条卡吼，叫因一定啊，来把票拢转给你，啊。感谢感谢感谢，多谢爸。无记啊。不管安怎，就算讲最后选输啊，你会记呢？啊，佫是咱家己的亲人，啊，你是毋通输袂起，带人去找麻烦呢？吼吼，都要投票，你就是讲种话，袂说就惨我输嘞，哎。我毋是伫甲你就惨啦，我是希望不管最后像输像赢，拢当以和为贵啊。放心啦，既然出来选举，就要打输呀。就算我差一票输，我嘛甘愿啦。我无可能带人去闹，更加无可能告对方选举无效。你做你放心，安啦安啦，君子风度低的咧。你吼是不是为了名头好食算计崩啊？看你今仔日的做法，哦。放心啦，安先生人缘真好，一定选得着啦。我是对安先生有信心啦，啊，不过我倒是惊遐无计吼，选输唔甘愿，出后无传去乱，那恁新的机会哦，都无法度正常运作，安尼阿兄真头疼嘞。安尼就让安先生哦，赢较侪票呀，好遐无计哦，鸡嘴变鸭嘴，准讲伊要来乱哦，戏面看袂落去，嘛无可能让伊乱啊。啊，回来啊！安怎？上干夜面？拄则我才甲水波姐、海姐咧讨论这件代志，即摆真正是5-5啊，啥物也拢真歹讲。无得卡，啊等到最后一张票开出才知影。那你要安怎？万一王先生无选掉？好啦，妈，别紧张啦，坐啦。坐啦。多谢恁大家关心啦，选举就是安尼嘛。天天输，天天赢，家己对得起良心就好啊！你不用安尼讲啊，你嘛爱向苏婷列虚名交代过啊！啊，希望哦，妈祖无保庇，请咱这边啦。哎呀，头家啊，听我这边的票六几哦，我保证你一半赢到底。哎呀，这摆选举哦，无论输赢，好赢也好。爷呀，永远拢是我的好兄弟啊！
行来行去，好不好？我头壳有够戆的。哎，莫走，吴玉道啊。炮拢已经准备好啊，五粮行啊，敢那大路边啊。只要是等吴玉道的动作消息宣布，咱就要随时放炮啊。安尼哦，好。哎，无计啊。啊。剩遐济啦，莫搁咧行来行去啊。 这时阵票嘛应该开完啊，安那还袂接到电话？哎，莫看电视，莫看电视。喂，阿达这嘛钱安怎啊？搁咧机票？啊，无讲下阮阿哥边咧做票是吧？阿我的钱安怎？ 哦，早头前有落管就对了，啊有影面无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安尼哦，安尼好，安尼好。哎，我就知影我一定会赢。我咧讲有啥物消息，随时保持联络有听无？啊，定调啊，定调啊！哈，哦，哈哈哈哈哈哈！爸，哎，啊，大姐姐，我们要特种啊，时间泡啊吼，互你来点，咱沿路这个蹦蹦蹦蹦蹦到许位你厝顶的办公室去。 怀疑了，小张。选举是千变万化，我到最后关头，需要个真歹讲。哦，安尼。周小姐，叫几桌？哎，啊，叫过来。 看我的表情嘛，知影好消息啦，周小姐，你当选，大家好报名，这个马总报名啊，大家恭喜，大家恭喜，大家恭喜！哎，阿贤啊，我赢无计啊，几票啊？要袂少，你的票，要一直留，三两下都甲留过啊。哎，安尼以后吴金星甲无计啊，都无话通讲啊啦，恁两个啊，上大的贡献啦。这摆我会赢吼，是靠恁两个啊。好啦，周小姐。 你是赢的吼，得着托我人的心，知影要安怎甲伊无感情啊？哪有像迄个罗伯基啊？规工安尼西装吊的，装甲啪哩啪哩，出一支嘴，其实根本就无了解伊面输的是啥物。伊安尼讲哦，我阿变成有大啦，一张票一分钱啦，我这隶属长都爱好好做咧，才袂去辜负着支持我的人的愿望啊。会啦，你一定会是一个让人偶尔会隶属长。人是老板，行做事。 我怪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行行行行，拢总去啊！三二头连做个土土土啊！哪会安尼啊？啊！拄则是讲个做我爸的，无半点钟就变卦。我嘛唔知啥来事，我头头听因咧讲啊，最后开的票拢是阿海阿的票，全部拢走过迄边去啊！ 我讲我落不去，真正我注定一世人个做五成事，唔好。记啊，啊，先排是兵家上书，选举本来就有赢有输的，也毋是天崩落来啦。你看到开言，莫着碰着心肝啦。我对心肝啦，我囥在心肝内。你但是你若拍一嘴，但是嘛你欢喜哦，你上亲来阿姑，即马选掉，你咪叫伊讲伊坐遐创啥？你哪安尼讲啊？你选书心肝头嘛真艰苦的呢。 你心肝头有可能牵讲，你考袂到我一世人替你挂卡嘛做连五成事，互你大家手头这么输赢两边。老伯记，你莫家己选输啊，就介绍邓小琪了，我出嘴哦。你家己嘛看到，我安尼四界陪你拜票，你甲我选过的票拢背乎你，你哪会当讲这款无良心的话哈？那你小菜代志，小菜代志，你免来交代，你免来讲。你若输袂起，就莫出家人算啊。哎，我，也叫我搬个输去。 我要作假咯！我今生做少年，踏入正途，选举拢毋捌输过。一届
家己选孙氏就无面子，是我的头家要出去，去给我查，看谁来招票，还有，还想到这李高美跟我并打，我给我查好清楚。安怎敢给我做票？港口遐渔民啊，一撮一撮，我拢顶啊真条。无我一个老公，连着是你这个条件，竟然敢甲你买赠送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是实的啦，最怕是我二十几年老兄，敢若袂输我亲大兄，而且还佫上接我一辈岁啊，所以我便反背伊。安尼你就会使反背我？提我的钱，我就去老我跳。我这個意思。爹，阿姐，阿姐，你们什么意思？提我的钱，要挣我的水杯就对。啊！啊！你到底是想要哪？老爹呀！你先坐下。我我家己无灾情啦，这个白目的娘子，伊钱害我，什么代志拢准拄上，无可能，我无可能让你遐好食饭。阿伯，你是想要安怎？你是要害食断脚断手，还是想甲拖去吞海？迄嘛是伊的命。你讲的什么话？三万两就要杀人放火啊！阿海提我的钱，你若卡一手，拆下骨来抢我的后脚，你甲恁爸跳钱了，你甲人追无，你两个，我绝对无可能放你上，不是那个恁爸试看卖的。你要找伊就来找我。因为是我去甲阿姑讲，你后伊也听我开。阿泽，你别跑完。我不要紧啦，小姐，你莫甲木计冤家啦。小姐，麻烦你将这钱哦，替我还给木计。这我。退了票走去，咱有了无唔对啊！阿海遐个票全部走去投阿舅啊！港口有答应我，一票拢无漏交去，达标都投。一个背过阿海，摕我的钱，搁甲恁爸放面只，真正有影寸板要我死！阿海头壳遐尔巧，是水泼来加的。事主是你的查某囝吴秀。秀琴去做了白啊，去甲阿姑讲，讲我去乌伊个条仔。
这是海静啊，叫我把这些钱开到海里。你爸无咧稀罕，不去啊！你伫我面头前拍小旗嘛？我小人唔敢拍伊，无事我用钱带回来。卖两钟我带钱恁家，什么拢要听你的，都唔敢甲收你。伊竟然甲厝卖完，甲厝卖蛋掉，做了白啊！哈，无这即嘛什么情形？你敢安尼对我，我都敢甲你扇落。小旗，你咧选议员的时阵，我四个月咧替你走走，替你光叫。拄到兄弟人要来乌条阿家，我都要找少年的，去跟人冤家相拍，拍到流血流地，大空做工。我去跟人抬到安尼，我回来拢唔敢甲你讲。我逐天去拜骗，走弄全酒摊，逐遍拢灌到去安尼，等下同学就要吐出来。你敢知影你咧选举的时阵，我拢用性命咧替你光叫。我咧选举的时阵，你出卖我做了白啊！你即马不敢安尼满面全大血。规个兵秘书跟他赛马同款，我一口气要他吞下落去。小琪吧，无记安尼讲你，并无唔对咧。你唔通抓准讲你做三届议员。选举的时候，帅刚阿姐手阿一下子啊，顶着头，人票就转给你，你会知影的。选举的时阵啊，伊第二场我会替你送伊个币，木屐也替你过条下脚。那选举也袂甲你真多呢，只要时间差，票开出来变多。那一届啦，木屐也跟你阿姑，那是一对钱，顶高机呢，算数。那是木屐歹看，我嘛做无面子。你安尼做，我甲木屐实在是无得接受。妈，木屐啊，我知我安尼做，互恁足失望的，实在了。算计是大毒药。你带的物件是金枝地位，亲戚朋友人情世事啊，社会交配的文文，我们拢在选举时提出来输赢。那这个选举不叫输，我嘛输，你嘛对阮输个妥妥妥了。这是你家己的选择，你赢着你无辜未死的感情，不过你个不记啊，已经不顺了，你要哪修补？心去对待木屐啊！我相信木屐会谅解啦，啊，伊嘛会好好对待你。啊，就亲像我对待这囝婿哦，就敢若对待家己亲生后事同款啊。我相信木屐也袂让我失望才对。请去你舞台，佮安尼把我救落来，把我摔到遐尔痛。我只不过是无爱你去伤害阿姑，我嘛替你求真侪票啊。你安尼把我落一刀啊，都佮要顶包我吃。
感觉安尼敢袂好笑啊？虽然我甲阿姑讲海钱的代志，会去影响着你的选票，不过我嘛有替你邮票当补过来啊。那一方面就袂去伤害阿姑，一方面你嘛会当多算。我们若知影票开出来时阵，阿姑伊会当选。即摆讲遮拢无效，阿姑都已经当选了，讲遮是要创啥啊？这边我不但无都讨一口气，听到安尼输到呢，稀里哩满面全流血，闹开闹大。我归去安尼，我的身份证摕来改乌偌无记，一世人替你挂卡包，你挂啥挂啥？你好，我今次总算讲会当了解爸当初是甲你善意的催逼的心情。我今摆心情，就亲像迄个时阵，你甲迄个帝国摔个土甲共款，倒都倒袂转来。无计啊！你是阿妈在讲，你刚才在讲，我心肝头就艰苦。你艰苦啥？你咧艰苦啥？阿姑今摆已经当选，你该真欢喜才对，我嘛感觉真欢喜啊！我今摆要来甲恭喜。恭喜恭喜，有一个查某孙啊！遐尼啊敖，遐尼啊强。老计啊！艾琳过身的时阵，你伫咧身躯边呢。我是请你通知伊的家属，你无通知个半个人去，害我咧看伊最后一面的机会都无。你实在是你可恶啊你啊！我查见你对，我唔知啊。你唔知啊？我叫你无面堂个贱人。我若是，你真是人永远唔知你怎么甲你的对。安娜，你是想清楚啊？你老公我的查某囝伫底啊？你想要甲你的查某囝见面，真简单啊！明仔日晚八点，你准备1000万的现金，等我电话，叫我的指示去一个所在。较乖嘞，我就会和你甲你的查某囝见面。我的查某囝不准你甲我看到。你放心，你查某囝真安全。不可能想要提你的现金吗？爱给你哦，爱你家己一个人来。你若是敢带人来，我保证你一世人永远看不着你的查某囝。你敢？我已经什么拢无啊，有什么唔敢的？我今世，你伫社会上甲人走跳，食东食西，连家己的亲情拢甲剥落去啊，迄是因为。你无情无义，你有本事啊！啊，不过真可惜，即届吼，想要变作有情有义，找找你的查某囝，要换你给我食死死。即届哦，你都要认输啊啦，了钱消灾。1000万现金，吼，即届我拢袂减，我等你电话。好啊。你目屎吼，多准备一挂。哎呀，我予你甲你的查某囝见面，你一定会足感动的。
我真正活不落去啊！咪咪，你是安怎哈？唔知影新哥对倒位听来，有人哦在我背后讲一寡中伤我的话，伊就把我挂出来啊！无啊，我即卖一卡银都无，也无半个朋友，唔知影用个去底，干那用个打电话给你。好好好，你莫伤心啦。你有啥物困难，我会想办法帮助你。我无需要你甲我斗相共啦，我干那希望你会听我讲话。好啊，你要讲啥物，你讲啊。我感觉人生哦，真正一点仔意义都无。我有真悬的学历，真好能力，应该有真光明的前途才对啊。啊，不过我的婚姻失败。真无简单，伫咧酒店做经理，阁予人甲我害甲吼，连经理都做袂成啊！真正是一点仔意义都无，我真正活袂落去啊啦！咪咪，你莫冲动，你莫总讲代志呢。无啊，你是全世界上善良的人，伫咧我要结束我的生命之前。好啦，你先莫冲动啦。好，我马上去找你。你甲我讲你伫倒位。好，我知影，你等我哈。金钟，我是娃娃。明明要找我，我去跟伊见面好。安娜若真正带我的查某囝来，伊敢会另外一个爸爸？像啊，爸。哎。爸，臭代表今仔入厝，我过来甲坐一下哦。啊，无记啊，有要甲你做伙去无？无啦，伊人嘛毋知走去倒位啊。爸，你今仔穿啊遮笔直，搁跟内裤带。你是表什么大人物用啊？无啦，伊个朋友的查囝伊国外转来啦，我过去坐一下。我嘛咧想讲吼，有机会啊，我来介绍阮朋友查囝互你熟识。你哦，自细汉到即阵啊，啊，咱厝里拢无甲半个兄弟姊妹同甲你作伴。我咧想讲，你若有一个姊妹啊。该有嘛好嘞，爸，啊你那样样想想，才有诶无诶啦？阿德，你甲无记啊？为着选举诶代志，哪个做无爽快？我看都要过一段时间咯，无记啊，才会当接受一届失败。啊我咧，我甲你哪句啊？这个架就是透未开啊！所以我知影，有当时啊，想要找人讲心内话，嘛拢无半个人通我互你讲两句啊。我才咧想讲，你若有一个姊妹啊呢，你都有讲话伴嘛。爸，我的问题是出伫个木记啊，木记啊，若是搁想袂开，就准讲有人会当听我讲两句啊，迄嘛无啥物意义啊。你敢拢无希望会当有一个兄弟姊妹啊？我即马无心情通去想遮个啦。自细汉到大汉，我都拢是一个人啊，我嘛拢已经惯习啊。加一个姊妹啊，无得看，毋是咧甲我做伴，是咧甲我做队友。
好啦，爸，我要先出来哦。好。离开这个世界，明明不会啦，你不能做狗代志。我，我跟你无同款，你有真多关心你的朋友，啊，不过我无，所有人拢讨厌我，甚至连我家己亲人都唔知伫咧底。虽然你唔知影你的亲亲爸爸是啥，伊伫迄底，啊，不过至少你去找伊啊。我已经是一个完全失去希望的人了。是安怎？我甲你的人生无同款。是安怎？你永远拢比我更加好运。无啊，我无比你较好运啊。我从十几岁开始，目睭就无看，生活过了真艰苦。妈妈关心，爸爸阁唔知伫倒位，所以你甲我比起来，你才是真正的好运。啊，不过你抢走我一切。变作悲惨的命运，一切拢是因为你。咪咪，我真遗憾，因为我的出现引起你家庭的风波。无你会用甲我讲，你希望我会用替你做啥物，我愿意去做。你即摆讲这话有啥路用？想万啊啦，你得着紧张，袂当去找你的亲生爸爸，真紧。你就有温暖幸福的家庭，我呢，我就注定爱孤孤单单过一世人。我唔甘愿，我真正唔甘愿。咪咪，咪咪，你先冲啥？咪咪，我看到鼻头汽油的味呢。忘掉啊，因为我看到你。我就去把他换。明明，你别安尼做啦，别空生笑，安尼真危险嘞。你对我姓明明，本来就真危险。嗯？明明，你到底在讲啥？哇，我爱你死啦！你对我这抢走一切，无法度抢回来。啊，不过，我赶快将你毁掉。你姐姐没，你快走，你给我回来！
安娜，你是安娜姐？我，我早见了，你不是跟你做伙吗？安娜，安娜，安娜。李文忠，我来给公伟，你听到无啦？天雕，天雕，但是那边个安尼，那边个安尼好啦，好啊，你肯定真个。我阿个无知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你不是讲你甲敏敏见面，啊，先做武警就拢收起来嘞？你定来面讲，你甲敏敏做公代志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休息。明明想做咩害你啊？你讲，你讲是我犯该枪杀，一阵对我的好都是假的。见着，见着我就惊的，我真正想到这大这大，我真正就惊的。莫惊莫惊，咱这边平安无代志啊，莫惊。我做的什么对不起伊的代志，现在要放回家休息。现在人的心肝会遐尔歹？这是谢明明的证明无？这届伊真正是叫伊骗去啊！我伫跟你讲，明明已经改头换面，重新做人了。不可能，今这个代志更加证明谢明明已经无有伊啊啦！不加载。假使有听手机内面的语音信箱，唔知怪夫来救你。我听明明在电话内面讲到遐尔悲伤，伊讲要自杀，我真正袂用无怪伊啊。当初叫你莫听伊的话，你就是不爱听。你想过善良，唔知叫伊利用啦。我甲伊，我无啥物天大玩笑。你现在怎么放回家休息？